好啦，大家都吃饱了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要去它的市中心哦，就是它的旧城的市中心。那我们会在黄金塔那边下车，我会带你们到市中心里面哦，走一圈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自由活动。但是今天因为我们晚上要去看勃朗明哥。 勃朗明哥吃晚餐兼看勃朗明哥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回去饭店 check in， 不然我们回去不知道几点了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到时候晚上的来接我们的车会是另外一台车。